到一个环境让他们抽烟，因为毕竟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，如果有的话，通常我们是比较鼓励大家啊，希望大家还是注意自己的健康。好，各位在这边等候的过程里面，还有一些人在里面，各位看到我这边有那个。有没有谁有光笔借我一下？